早上酒店购物中心还没开，门外就涌现排队人潮，摩拳擦掌准备一年一度的大采购。啊，这边那么多大牌子的鞋子，接下来赶快来看一看，抢购一下，先看小朋友的，然后妈妈的，等一下再慢慢看。只不过排队的人往下一看，有多数人竟然都穿着长袜配拖鞋。原来业者还推出 dress code， 符合购物中心观察到的这 Z 世代穿搭，就可先领百元购鞋金。既然来买便宜的，当然是他有活动，就是他都配合参加。不会，不是自己的风格啊。上午10点半，重头戏来了，电梯门开启，人潮往外散，纷纷瞄准目标就跑。当然，太大太小就不会买呀、啊。第一是先看喜欢，我就会拿起来试穿。喜欢的款式大小不合脚，民众只能忍痛放弃，但千万别执着，一定要刚刚好。看到心仪的零码鞋，如果抢不到刚刚好的尺寸怎么办？其实呢，买大半号到一号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只要花点小巧思就可以解决。抢购零码鞋，小配包尺寸偏大没关系，便宜好看才是王道。如果过大，穿下去走起路来后跟松松的，这时像是足弓垫、后跟垫、一般鞋垫一垫，问题立刻解决。要是高跟女鞋也没问题，脚趾处塞丝袜或是透明束带把鞋脚套起来，大步走也不会掉。建议民众呢，遇到喜欢的款式，其实就是赶快下手。那可以买大半号或者是大一号的鞋款。预估今天会有2000多位民众前来参与活动，多达60个品牌，10万双库存，让小资族买个过瘾。但在这零码鞋上的战场，看喜欢合穿就下手，快很准得靠速度取胜。民视新闻王顺利播景蔡甘文台中报道。